我是公馆列车长，在2014年5月11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线北投站7:48。我们是开往淡水的 C38型5065505编组的高运量型高运岗位是捷运列车，在北投站关闭车门哦。下一站复兴岗，复兴岗。哎，温泉彩绘。哇塞，好久没有看到温泉彩绘了。还有新北投的支线的温泉彩绘捷运列车，终于又上线了。哦，C38型，这高年型刚刚是这样。这个哈，那下面干嘛？他们都在钓我们的主，真的，应该是江南老板复兴刚站到了。